一级都基本都学一哦，他忘记回个弹幕了。回个弹幕问我是不是一级都学一？对哦，一级打圣骑士学一也更好，因为一的话被动更好补刀。因为一级，而且一级的话你学一两级能给他压力。你要是一级学 Q 的话，你给不到压力。他会上来 A 你的，所以就算是打法师英雄一级学一更好，也是学一更好。这发条挺会玩的，够明显的这。偷到钱了。三应该够了吧？死！但是明枪他我得直接回家才行。他们对峙，再送他们上路。哎呀，这太远了，没 CD 血还是不太行。没 CD 血移动速度太慢了，怎么下次还是双杀了呀？不是发信号了吗？真捞啊！闪不闪？把那闪给我交了，这明显回家你很亏哦。吓死现在才需要领头的，他看这个球消失，他应该走了，没消失的话他可能还在，消失了应该走了，那不走的话我也得走了。走，让他经验都打回来，补刀也打回来。那队友既然没劣势他，那我可以慢慢来。56块，就这。他们有任何一被打，哎，再一刀 ，Q 再一下，回头，哎，这换血亏麻了好像。哎，你确定吗，老弟？行吧，有闪，你敢这么来抓我是吧？终于重获光明，胆子真大，小叉子。那我也得回家了，没状态了，被他搞了。能跳到不？我把他往那边逼过去。我看他把发条往左边逼过去，看他能跳到。跳不到吗？距离不够吗？我逼不过去啊，这发条不怕我。跳到了，这不行。哎，哎，看到没有？你得配合队友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真的，我这要不是拿小石罐的话，我非得狠狠的骂他一顿。我跟你讲啊，压力倒是没有，拿着发条就是不好杀，就是太难杀了。我怎么感觉他血量这么多呀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带走！哎，烫死了吗？30滴血，终于拿下了。这么难杀的小子，瞎子在下路，黑哥在上路，可以多吃一个塔皮，舒服了。那还差点钱，哇，就差那个炮车险，真的。那狮子狗这时候脾气也暴躁，说你去挂机吧，然后我就直接挂机。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啊？有没有似曾相识？有没有即视感？很熟悉吧？这黑哥小反甲呀，不好杀。虽然说他没魔抗吧。
哇哇，他拿了四个一千块的发条，你还挺会扭的啊，还扭来扭去的。给你一千块怎么样？不中用就是不中用，就你一个吗？瞎子来掰头一下吗？猫咪也在啊，猫咪也在算了。哎，我去，好虚弱。他一不动呀，纯刮痧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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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算了，真算了。那所不在了，少个人。谢谢。麻了。哎呀，进瞎子们这保驾护航呀。坏坏，黑哥不能开啊，那黑哥很肉啊。拆塔让金克斯起飞，金克斯死了。哇，什么鬼呀、啊、那一个什么玩意儿啊，哎，这个你怎么会一空啊，这怎么会空啊，这一这一穿过去了，什么鬼，大兵的大龙打得很慢，近怎么打大龙啊，确定要打吗，他打得很慢，他们不用怕呀、啊、打得很慢，他们哎，猫咪现在墙里面去了，滚！你拆塔吗？没打野能打大龙吗？可以试一下，拆个塔也可以。能拆的话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走，该走了。要被开了，这不舍得掉大龙很伤的。龙有了帽子都好打了，哎，排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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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了呀、啊、那我先回去买个大半先。
要让了吗？是不是？打断了，打不了。不播了吧？你不。